上啊，在大爱台又是看到了天下事，真的是很不舍哦。看到了在英国啊，苏格兰哦，那样的暴风雨呀、啊，也成灾了啦。还有呢，哥伦比亚也是好雨成灾呀、啊。的确，看着人民呐、啊，都是很无奈哦。尤其是呢，更惨的国家，那就是索马利亚哦。这一次又看到了那样的干旱呐、啊，死了这种天灾难民呐、啊，往外逃难，这苦我们要帮助，都是叹莫能助啊。不过也有呢，自己能踏到的地方，所能伸出的，都可以看到了，很温馨的啊。美国也是很强富的国家，可是呢，穷困人也难免呐、啊，所以呢，慈济人呐、啊，都会常常办起了这样的义诊。新泽西呀、啊，那也是常常在办呐、啊，又看到了。在苏州，苏州呢，从2003年开始，慈济跟残联会呢都有合作啊，每一年2000多位啊的白内障的人开刀哦，让他们呢开启了这个心灵之窗啊。那因为有这样的光明行动呢，所以慈济人是可以接触到的家庭穷困人，不只是为他开导啊，了解到他的家庭的困境，那就会呢时时互动帮助。所以同样在天盖之下，地在之上，能走到的地方总是有福多的啦。那再看到了历史的今天、哦、就是在2004年的，就是今天、哦、这一天呐、啊，那就是慈济为新疆呢地震后的重建希望工程启用。哇，这个因缘呐、啊，要说从2003年的2月24号这一天呐、啊，就是呢在白天的10点多啊，突然之间呐、啊，在这样的新疆一个大地震。有3万多户呢倒塌了，4000多人受伤，也有200多人呢往生。刚好这一天呐、啊，王副总呢是在北京，那我就说你人在北京啊，哎呀，就近呐、啊、去关心一下。那他就笑着说，怎么会是就近呢？很远哦，北京到这个新疆啊，大飞机还有4个多钟头耶。哦，那总是呢比台湾去的更近了吧？所以王副总呢就到了新疆。其实呢，这一踏上啊，所看到的呢，真的实在是非常的凄惨呐、啊。因为呢，在那里冬天呢、啊、是很冷啊，房屋倒塌了，无家可归了，老人家呢也是受不了啊，就是跌跌下来。大鼎林吼，那起灰灰吼，真的看的都是很
很凄凉，看到了孩子呢，他们求学的心啊，都是很殷切哈、哦，哪怕呢在零下哦，在冬天零下的温度之下，他们呢还是搭了一个帐篷哦，那就阿尼迪勒塔住啦，这实在是看得很不忍心。同时呢，孩子啊，他们的这个文具也缺呀、啊。那一年呢，我们就向台湾哈、哦，那学校呢，教联会啊，开始来劝募这个文具哈、哦。所以呢，那当地的看到了报道，了解到了，慈济为他们要盖学校，同时呢，也要为他们来募文具。啊，台湾的孩子呢，也那样的踊跃，好，台湾的慈济人呐、啊，那样的关心啊，哇，孩子们呐、啊，很感恩哦，他们呢就动员了、啊、人人写卡片呐、啊，哈、哦，来感恩。感恩台湾慈济的对他们的爱。Мен бунун дин кинтерш үгүнүп ватан калып. Муштун майган бир кыйынчылыгым. 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啊。所以在2004年，今天希望工程完成了哈，在嘉思县的提木小学，还有呢江巴慈慈济小学，就是两个学校，我们为他们呢启用典礼。那因为呢在那里啊，家长很感恩，当地的领导也很感动。所以看到孩子们呢读书更殷勤更认真啦、啊、所以他们就是启动了9年教育，到现在很多人都很羡慕有这么漂亮的学校啊。现在那个你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条件以后，我们的学校就是变得很魅力很漂亮，所以呢同学们也喜欢上学，就是对学校很有兴趣嘛。家长也很负起我们的老师们校长，对我们有希望。我中学的时候，我们班的同学们都问我，你们的学校听说十分好的，挺好的，我们就在梦里也想去你们的学校，所以我每次暑假寒假的时候，把我的朋友们班里的同学们带到这所学校，他们一看就哇，太漂亮了，太壮观了，这么好的学校，你们太幸福了，他们就这么说。虽然事隔这么多年了，从2004年盖好的学校，现在呢再去看，还是呢那样很有人文哦，孩子们的读书啊很快乐的这种学校读书哦，这都是呢要感恩慈济人呐、啊，一手动死千手动啊。那一眼观是千眼观，这么多人呐、啊，只要一个人看到了，开始复议哈、哦，那不管是路都遥远呐、啊，还是呢可以走得到，不管他是多么的艰巨，我们的手也可以伸得出来，这都是。有人有心就会有力量，从北京到那里就5000多公里哈、哦，那从乌鲁木齐呢到了这样的嘉思县去哈、哦，又要1000多公里哈、哦，那有
何况是台湾再去，连连接接起来到底是有多遥远呐、啊？可是有心就不远。总而言之啦、啊，天天呐、啊，宏观天下，苦难的地方走不到。很不忍心，很悲戚。我们能走过的地方，能看到了有这么多人发挥爱心啊，如冬天春阳，看到了有人接受到的呢，就如啊在那样的春这个冬天的暖阳中啊，这都是呢人间的温暖。